夜里0:28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啊。那个，我在听这个的时候，就看到一条大鳄鱼啊，一条大鳄鱼就挣扎着啊，挣扎着啊，一条大鳄鱼啊，挣扎着啊，被什么东西要拉起来了啊，正在拉起来的时候，那条大鳄鱼就翻了一个身体啊，那个身体翻过来的时候，那个就是背对到，原来是肚子向下的嘛，平时爬的时候肚子向下的。现在有人在要把它扯走啊，要把这鳄鱼扯走的时候，鳄鱼在挣扎的时候，它就往后一翻嘛，鳄鱼就压了我半个身体啊，就是身上有，它不是棱角嘛，有刺一样的东西嘛，有刺一样的，哎呀，压得好痛啊，又重又痛啊，咬到没有？把我压在身上了啊，压了那这样半个身体啊，是弧形的半个身体压着了，压着的时候，我压的气都喘不过来。压的气都喘不过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，我觉得要赶紧开一下灯了。我在梦里开灯了啊，我知道我床头上有个灯了，但是呢，那个开了，开的时候就灯不亮啊，好像就是电没了啊，好像电没了呀，然后急的要死的时候就醒了，醒了以后，然后我就开了这个灯啊，灯是亮的，然后鳄鱼啊。外星人告诉我，那罩着你的大鳄鱼终于拉出来了啊！那个罩着你的大鳄鱼啊，罩着你的大鳄鱼，最大的鳄鱼终于被拉出来了啊！正在被那个定位到了，定位到正在拉出来的时候，天上有个绳子系着它，拉出来的时候，鳄鱼就让我这边一倒啊，倒一下就把我压了一下子啊，后背把我压了一下子啊，把我它的鳄鱼的身体的后背倒扣过来，压在我。左边的身体压了一下子啊，压了一下子啊，压得我啊，一下一个气都喘不过来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鳄鱼啊，被外星人差不多清理差不多了，最大的鳄鱼都终于拉出水面了啊，最大的鳄鱼终于拉出水面了，最大的鳄鱼终于拉出水面了啊，在拉出水面的一瞬间呢，那个鳄鱼挣扎了一下子，就压在我身上，后背压了一下子，压得差点我也呛了水了，相当于啊，一样的就把我压下去，就是说又痛又还憋住呼吸啊，现在终于，喘过气来了啊，没事啊，没事，这只是告诉那个外星人在清理鳄鱼啊，外星人在清理鳄鱼过程中，看到这件事情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